住，我不能被捉住，我不能被捉住，我绝不能被捉住。就是交个述职报告嘛，至于这么躲吗？拿出来，写成什么样我都不说你还不行吗？除了苏烈就没有一个正常的吗？这哪国字？你还知道把名字改了？这又是啥？没关系，我早知道是这样了，所以我今天给大家请了一位先生来指导你们。只要不是你，谁都行。木兰，太好了，伽罗姐可比队长温柔一百倍。蝎子应该用不着腿吧？今天是交稿的最后期限，交不出满意的报告就别想出来。再给我几天，我肯定能写出来。去年你也是这么说的。还在呢。大家别太紧张，我很了解写稿的那种压力。大家有什么困难可以先和我说说。我的报告是认真写的，但别人看不懂也没办法。烤土豆外酥里嫩，焦香中带着香甜。土豆烧鸡平凡中透着经典，土豆软香趴糯，鸡肉嫩而不柴。我拿错了。我真的认真写了，我写了整整一本呢。剪刀石头布，我赢了。这次轮到你写。不算不算，三局两胜。走走走，喝茶去。眼不见心不烦，这让我怎么跟李信大人交代呀？大概情况我了解了，这是我为大家准备的参考材料，大家可以先看看。没人告诉过你要爱惜书籍吗？我相信大家只要能将这些书熟读加背诵，述职报告自然不在话下。什么？什么？背诵？没事吧？他们不是喜欢温柔的吗？能有什么事？怎么样？关于结构和文法，大家听懂了吗？懂了，懂了，可以不用讲了。太好了，麻烦沈梦溪给我们背诵一遍吧。什么？其实我有个别的地方稍微有点没太懂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肯定是我没讲明白，那我再从头讲一遍吧。我写不出来，开除我吧，我不干了还不行吗？不要轻言放弃啊，你看看顿山如此艰难还在坚持，多么感人。那根本是鬼画符好不好？我有幸身投长城百年有余，幸蒙队长同僚关照，思之受益良多，感激之情不善言表，岁末回首。你俩玩我呢吧？伽罗，这次辛苦你了。别客气，给。除了你的报告都在这儿了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伽罗，求你再帮我写一次。
述职报告我就带走了。放心，这次我交了报告，一定借机争取一笔军费，为咱们长城守卫军修个新澡堂。我们会守好长城，等你们好消息。李信大人，喂，小子，哎，对了，都等多久了？李信大人，什么情况？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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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看样子你们是头一回来吧？来，告诉你们个秘诀，你要是想提要求，那就得趁着李信长官光明状态的时候，那代表他心情好。要是黑暗状态，那就……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好好的李信大人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我们暗中观察下。昨天的写完了，这是今天的。大人，有人上报一批异兽丢失，在悬赏找回，这是收集到的线索。怎么忙成这个样子？知道了，把这些转出去吧。是，我帮您换支新笔吧。等一下，看，这里还没有写过，还能继续用。这样就变成了一根小号毛笔。大人，是我鲁莽了。慢慢就有经验了。把这些再转出去吧。是。等大人忙完再提军费的事儿吧。这是谁？这不是我认识的大人。大人，吃晌午饭了。好消息。今天中午有肉。下次别这么奢侈了，还是要节省点的。对不起，肉没了。没事，这不还有一点汤汁吗？你真的不吃了吗？你们怎么来了？什么时候到的？起来。大人早。我们是来交述职报告的。没什么，这不重要。那什么，我们是来找你叙叙旧是吧？续点军费。谢谢大人，帮我们把这月的税减少了一成啊！这是今早的双黄蛋，一定要给您尝尝。这事不是我不想帮，实在是，其实我也是来了才知道，都护府部门早就是表面风光，内里空虚。因为费用少，缺人手，所有的工作都得自己上，每天都是数不尽的琐事。真想念长城的日子，不过看见百姓们过得安稳，也算值了。啥？就值个鸡蛋？得，回去接着写露天玉吧。其实也不是完全没办法。现在这边马帮作乱十分猖獗，你们可以去沙漠剿匪，只要立功了
我就有办法帮你们申请经费。行，那就送你们到这儿了。你呢？我啊，该开工了。大人早上好。大人早上好。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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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早饭，添个蛋吧。回见。走吧，咱们也开工了。做炒鸡蛋吗？是剿匪了。低调就是。这就是自由的味道吗？还不错。切记，出门在外一定要低调。飞，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了。接下来你要多加小心。记住，这不是玉城，千万别暴露你的王子身份。知道了。关于如何低调，我简单的总结了500条注意事项，你仔细听啊。第一条，低调就是不骄不躁，低调就是不露锋。好的，我会低调点的。第53条，低调就是要跟随主流。啊？啊？喂，啊，要先投币才能玩。投币？哦。这个可以吗？行，太行了。喂，还没有找零钱呢。哇，好一头肥羊，走，跟上。不要预备。第72条，低调就是要入乡随俗。对，要入乡随俗。哎，是上等的美玉，给我来一份跟他们一样的。好嘞，快起来，别让飞羊跑了。这些好像都是玉城的特产。哼，这么混，肯定是不义之财。哥哥，买点花吗？可爱的女孩，不该如此辛苦。你的花我都要了，去玩吧。勤劳工作的小姐姐如此吸引人，我愿意包下你所有的鱼。优雅的女士，请让我来解决您的烦恼。还我刚买的鸡蛋，想要你自己买去。老大还没到吗？不能等了，再等下去，钱就被他全败光了。站住！啊！把东西都交出来。你们这么想要就拿去吧。谁要你这些破烂玩意儿？我没要你那把刀，还要你身上值钱的石头，统统交出来。好，我的刀可不能轻易给你。第108条，低调就是别惹麻烦。低调。我来帮你。你们别动，我的刀。哎，等等，别跑啊。怎么等
等一天一个马匪都没有，再等下去要错过饭点了。别急，这不来了。现在的马匪都穿这么光鲜？我就是想帮你们有些人长。凯，你是不是弄太结实了？这下重量够了。统统带走。这是你欺负的他们？误会，我根本没出手。他们这么不羞辱我，我们马帮向来有仇必报。啊！伽罗来给你证明了，原来你是被打劫的，你怎么不早说？我路上一直在说，而且我的刀……出来再说吧。我们呢？你们是马帮，收押等着审讯吧。这么个破门还想拦住我？老大，先看看这个，这是刚才从那猫身上顺来的，说不定有钥匙呢。我来。我是让你把它熄灭，熄灭。老大，我来。别再搞砸了，放心吧。完美。吃饭了。这回真不赖我呀，谁知道这小饭盒才是给我们的呀。这帮守卫军的脑子不正常，还是咱们自己动手靠谱些。有亮光了。消失了。再挖。又有了。别偷懒，继续。这面年久失修的墙终于给补上了。这月省吃俭用，正好有点余额来修墙。大人，这面墙太破了，刚刚又发现八十来个洞，我们都给补上了。但这补一个洞是50钱，这费用您看看给结算一下。天都黑了，这破地儿进来一天都没出去，赶紧上出去算。怎么做啊？第一步，骗个守卫军进来；第二步，跟他抢东西；第三步，杀出一条路。不对，是这样。老大，我们跟你干。就是那第一步，怎么骗守卫军进来？要不色诱？老大肯定干不了这个，还是我来吧。你一边去吧，你还不如我呢。我怎么不行了？你怎么能让老大您干这种事儿？有什么不能干的？我是老大，我的责任就是把你们都带出去。老大。我就不信有老娘拿不下的。哼。
这个戈亚所带领的马帮虽然打劫火拼都干，但多是劫富济贫，帮助弱者。这种野路子我看多了，匪就是匪，说出再多的理由也抵消不了罪行。你们的身份只能生活在阴影里，等着接受审判吧。臭女人，得意什么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哦，快看，钥匙！哎，一定是老大揍那女人的时候掉的。这帮笨蛋，真想看到他们发现我们不见了时的表情。这传说中的守卫军也不行嘛。都闭嘴。这次欠的我记下了，我们马帮有债必偿。在集市上走散了，这孩子心思纯善，我担心。行，懂了，交给我吧。伽罗，我也来帮忙。伽罗啥孩子啊？他说要等我们把他丢的刀找回来再走。哎，都护府不养闲人，不是要帮忙吗？那就一块干活去。嗯，对，干活去。老大，您看看这个，衣着华贵，细皮嫩肉。估计是谁家小公子哥。好，干得好，自从沙漠里捡到宝刀，干什么都顺起来了。老大，咱们这就朝着成为天下头号马帮迈出了第一步。我们只要按照计划完成剩余的999步，咱们必将一统云中。是。行了，接下来咱们就用这头小肥羊狠狠敲他一大笔赎金，这就是咱们沙漠顾问的第一桶金。沙漠滚，沙漠滚！韩帮派的名字不许那么快。行了，我这就出门打探消息，给我看好他。老大威武。这是哪儿啊？未来的天下头号马帮。沙漠顾问帮的大佬，你放老实点，听到没有？沙漠顾问怎么从来没听过？瞧不起人是不是？让我给他点颜色瞧瞧，这是我祖传的剧毒，信不信我抽死你。沙漠金狮奇臭无比，但其实是一种非常稀有的药材，价值千金，能借我看看吗？这么值钱。Shut down！ 这是信任的东西。哼，让我看看，信你哪块好呢？嘿嘿嘿嘿。你看，这是传说中的狼灭刀。啥刀？如果我猜的没错，你姓木马吧？你咋知道？我所知道的，你们的祖先，那可是一段传奇呢。根据刚才收集回的情报，桑启应该是被一个马帮给绑走了，所以我们搜索和营救的速度一定要快，每隔一秒，他都有可能被残忍的折磨。桑启，我说，为了确保人质的安全。是不是应该准备些赎金来稳住绑匪啊？我觉得1000两、800两、300两。这帮强盗可太贪了，可恶！出发，出发！老子天下第一！不知道是哪个倒霉蛋儿今天要遭殃了。
你的祖上原本是位平凡的药农，一日在药田偶然发现了沙漠金狮，随后被熏晕了过去。但也是这个偶然让他发现了此药的绝妙功效，不久后就发生了大水灾，恶疾肆虐，民不聊生。他凭一己之力救治了无数的乡民，后来他成为了闻名四海的医生，受无数人尊敬。而你的祖上原本是位普通的猎人，一次他在林间遇见一只被恶狼追赶的小鹿，他看着小鹿的眼睛于心不忍，于是他拔刀保护小鹿与恶狼搏斗。这一幕被路过的大将军看到，将他收入义军，提拔为武将，保家卫国。原来这把刀就是我的使命。你别打人家讲故事，只要眼里有光，黑夜就永远也不会降临。只要相信自己，你就会闪闪发光。我又看见光了，我内心的伤痕愈合了。惩恶扬善，痛改前非，弃恶从良，威武仗义。诸位，等等，他们其实已经……别怕，坏人已经被抓住了，你安全了。大人，东西拿来了吗？大人，要不再给您配个副手吧？算了，咱们部门的经费不足以。其实还有个办法，内部选拔，升职不加薪。能成为李信大人的副手是十分光荣的，这个差事轻易不招人，这是近几年来头一回开放，机会难得。我们需要的是一位全方位人才，要上得了公堂，下得了厨房，文能写奏章，武能上战。总之我相信你们有这个实力，接下来就看谁能在规定时间内整理出最多的文件，我会择优提拔。我恐怕无法胜任。我觉得还是战斗更适合我。我一定要成为李信大人的最佳副手。就你了。整理材料，这个简单，他自己应该就能搞定。把握住机会啊，我们相信你。都弄完了。完了。敌人来袭了。这块怎么直接受伤的那边也没了？你们可能还不熟悉文职，既然细活不行，就试试粗活吧。大人，不过毁坏的公物就从你们的俸禄里扣了。看来也不能彻底躺平啊。咱们悠着点，放点水，只要比沈梦溪稍微差那么一点就行。大人让好好打磨武器，弄成什么样才算好呀？弄到跟自己的武器一样呗。哦，明白了。你这是？嘿，按自己的武器形状打磨呀。刘正之，快补救吧！赶紧磨。
这些。长官，副手，雪副手啊！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，加罚3个月俸禄。为什么副手测试还有腌咸菜这项啊？听说去年的咸菜是李信长官亲手腌的。我来帮忙。哎，不是说好了吗？之前让你一个人辛苦，作为队长我真是愧疚，所以这次我们干，最后都算成你的。那不是作弊吗？我果然什么都干不好，我不配成为李信大人的副手。也不能这么说。要不这样，我们把最重要的任务交给你，你就负责看着岗。啊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务，因为腌咸菜最重要的就是岗不能被污染。交给我吧。念我无路，看来我是不配拥有副手了，彻底是没俸禄了。因为今天的损失，咱们这个月的工作量翻了50倍。哎呦，不哭了，不哭了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在我们这儿常住了，他说刀找到了，立马走。快来啊，非点了好多好吃的。其实他多待一阵也行。麻烦您给结下账。别吃了，刀有线索了。就这儿？线报上说你的玉刃会在今天的自由日市集上交易。买东西还是卖东西？守卫军来查案的。头一回来自由日，我们这儿的规则是欢迎一切商人，管你是黑商还是红商，欢迎一切买家，也不管你是买黑货还是好货，但是想看别的，想都别想。你，干什么的？卖东西的。香甜好吃的哈密瓜买一个嘛。叫尾巴的家伙，你要干什么？不买都是小冤种。哇，不错呀，这都不错呀，真厉害。哎呀，真是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你们是卖什么的呀？我们什么都不卖。就是那个长尾巴的家伙，好奇怪啊！不好，把人招来了！快快，把他
吃起来，赶紧卖点什么。卖什么？哎，随便。嗯，喂，你们到底是来卖什么的？卖这个。嗯，糊弄我呢？这玩意儿谁会买啊？我。哎，别，不行！刚被坏男人抛弃，也生无可恋了，就让这个把我带走吧。这味道。我好像尝到了真爱的味道。再给我来一杯。哼，脑子不正常。哎，没了没了，收摊了。哎，你干嘛？队长，这可是澡堂的经费啊。早上非典的餐还没结账。等我把这把刀出手了，我就东山再起，我的人，我的地盘，到时我就到时我先吃顿饱饭。嗯，这交易的地点在哪儿呢？别急，排好队，每人都有。嗯，我记得这几张脸。队长，以后每次自由日市集咱们都来吧。自由日结束了，交下摊位费和卫生费吧。我们是来干嘛的来着？扔过来。你觉得他是都画下来了吗？偷公粮什么罪来着？开除。见到桑起了吗？他说要去找花木兰队长，出门了。一会儿你负责吸引他的注意，我趁机偷啊，不是借走桑起的包，然后把本子上画着咱们罪证的也撕了。明白。哎呀，我的钱啊！俺的包裹。啊！抢劫了！谢谢华夫人了，太感谢了。小伙子又帅，心地又好。是是是是是是。他不会觉得是我们在抢劫吧？老婆，我来帮你。Oh!
会来了。刚才多亏了你啊，小朋友。我已经不小了。小心！我们的罪证都快攒够一本了，这要是给队长看见了，这事是解释不清了。我们不能再心慈手软了，必须要彻底断了桑琪的路。那个会不会有点过了？我们把前方的路弄坏，让他想走也走不了。那家要拆房啊，咱们正好帮帮他。等他过来时，正好房子塌了，把路给堵上。以他那性格，肯定会留下来帮忙。走开，快走开！快来，小家伙，肚子饿不饿？你是想和我玩吗？去吧。小家伙，你没事吧？那个，你的铠甲好像出来的晚了一点儿。有破绽。快快，把换咱们罪证的页都撕了！怎么了？换什么了？是怎么陷入如此境地的？杜库府的饭菜实在太难以下咽了。上好的五花肉一定要肥瘦相间，红色是诱人的色泽，肉汤也不容浪费。守约调过来。我来，我来，我这就用最快的速度把信送过去。说送完述职报告就回来，怎么能搞这么久？原来是出大事了。到底什么事？顿山这是说他看见了。
你怎么不早说？信上写的什么？啊！然后他们这是被绑票了，让我去救。啊！什么？敢绑我们的人，想翻天呐！看我怎么收拾他们！好像不是这个意思。盾山，你说明白点好不好？害我白担心一场。哦，这回我明白了，他们吃饭呢，然后中毒了。他们是不是集体中毒了？没人去求救啊？笨呐，又给我们写信这事件喊个大夫啊！哎呀，你们说盾山的意思，该不会是都护府的饭不好吃，想让守约去做饭吧？你可真能想，都护府的伙食还能不好吃？他们跟着李信大人，还不得天天吃香的喝辣的？我也觉得不可能。是我想多了。盾山，盾山，你怎么了？意思是跟墙有关系？我悟了，撞墙撞墙，这是说都护府遇袭，城墙都撞塌了呀！这小子出大事了！伙伴和百姓的安危就肩负在你二人身上了。守护长城的重任全靠苏将军了，我不在的时候你省着吃吧。有我在，长城在。然后我们就在这儿了。我明明记得装了防流沙的鞋，怎么就找不到了呢？谁来救救我们啊！老大，明白。让你们挖，不是埋，挖，不是埋。哟，他俩怎么把这个忘了？没事儿，以他们的身手，肯定不会掉进流沙的。一定是我想太多了。一个铜板能干什么呢？要不两个铜板？你俩这是做什么呢？哎呀，别打扰我思路。今天是我们队长生辰，我们正在思考用这五个铜板钱给他买个什么生辰礼。我觉得手绢就挺好，能擦汗，能擦嘴，还能擦灰，一物多用，划算。还不如我刚才想的换五个鸡蛋呢，能吃还能孵，孵出小鸡还能再下蛋。送女孩子礼物，一般不是珠宝比较好吗？你觉得我们缺的是什么？钱啊，这个简单，我们可以先用五个铜板，这样。好了，下次小心点。这样我们就有了一块玉佩。懂了，接下来我来。
小二。喂，你怎么还花上钱了？灵感消耗太大，让我边吃边思考。别吃了，非弄来的钱都被你给吃没了。可是我的灵感还没来呢。我觉得我再来一碗应该就可以了。别急，等凯吃完这碗然后就哎呀，恭喜客官，贺喜客官，您刚刚吃了本店的第88888碗饭，实在是幸运无比。我们店为您这位幸运顾客准备的奖品就是豪华沙漠飞艇一艘，让我们恭喜他。客官，请尽情享受吧。好了好了，有了飞艇之后我们就就不能想点值钱的？我也得见过呀。还是我来吧。多谢恩公相救，我的藏宝阁归你了。铜板的经费吗？放心吧，老大，我懂你的。老大，这俩人太能干了。老大，咱们把他们留下吧。你说什么呢？长城守卫军能好到哪儿去？别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灭亡，好不好？老大，你随我来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我杂乱带有序的院子呢？老大，他们全给打扫出来了，连陈年酱缸都刷干净了。老大，茅房比我之前的房间还干净。身为长城守卫军做这些杂事，一看就是被他们队长常年剥削的。我需要的是厉害的人。就还行吧。什么味道？抱歉，我私自借用了厨房，做了些家常便饭。如果这种味道再被称为食物的话，那我之前吃的就是主食了。说谁做的是主食呢？真香。
不错，那就留下他们吧。等您用完，我们有事要说。正好，我也有事要说。虽然我们做的不足以报答救命之恩，但我们两个还有要事在身，要先行离开，等之后再来正式答谢。等等，你们长城还借人不？您刚才说什么？我们马帮不是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的。进来的人只有两条路，要么给我永远留下，要么就按老规矩，决斗中赢了我才能走。啊，哥，队长还等着我们呢。我们选第二条路。骑马打仗？对，这就是我们沙海人的习俗。我们沙漠没有马，但我们沙民团结，配合的比马还好。虽然在我的地盘，但我不欺负人，我的小弟也分你们一个，咱们公平的三v三。放心吧，老大，我懂你的，一定不会辜负你的苦心。只要把对方马上的人打下去，就算赢。我们是不会输的。从侧面绕过去，咱们可出其不意。是。什么？你俩干啥呢？哥，好机会。哎呦，对不住，我崴脚了。哥，危险！这棍子怎么这么容易断？没错，是我动的手脚。哎，对不起，我又崴脚了。哥，你没事吧？我明白你这是怎么回事。你这是缺钙，长期营养不均衡导致的吧？没事，别担心，我们会罩着你的。你放心的跑吧，如果有危险，我会及时拉住你的。你们，我会尽力的。对不住了，老大。呀！冲啊！我这次是真的崴脚了。我们这次还是三个人，人也没掉下来，马也都在，我们还能继续比。你行吗？冲锋！哦，没想到长城守卫军也有这么讲义气的。哎呀！哥，我们输了，怎么办啊？你们没输，输的人是我。老大，我平时是怎么教你们的？做人要坦坦荡荡，无愧于心。可你们是怎么做的？以为我没看见你们的小动作吗？我是想赢，但是我哥呀，从来都是堂堂正正的赢得比赛。你们俩走吧，我会好好承诺的。你们也收拾东西一起吧。老大，我错了，求你别不要我们。什么呢？我是让你们送他俩回去。等一下，你该不是又想逃单吧？怎么会呢？被你们招待这么久，理应回请。但你看。我的钱袋丢了，就是在你们抓我的那天。行了行了，走吧，一起凑凑去。
呢？不会又丢了吧？那我怎么跟伽罗交代啊？我好似看到飞的玉刃了，我去确认一下。玉刃？都到齐了，那么好戏马上就能上演了。见到你们可真不容易呀。他谁啊？就是被你们所赐，你们，我的争霸之梦，我的手下全没了。还有我现在连饭都吃不饱的悲惨境地，喵！似乎和你们积怨很深啊。这人到底是谁啊？完全没有印象。你告诉他们我是谁？有那么一点眼熟。你在干嘛？我控制不了了。被麻痹的感觉不错吧？你们以为我这么辛苦是做什么？我卧薪尝胆的调查研究，就是要找到你们几个人的弱点。我做的一切就是为了今天的复仇。我一直以为这把刀是我好运的开始，现在才知道这就是一把诅咒之刀。你就没有考虑过可能不是刀的问题？你们下地狱去吧！我想起来了，他就是绑架我的那伙人的头目。那就新账旧账一起算吧。慢着，别忘了，你的弱点就是他们。不想让他们葬身受缚，就给我把剑扔了。不用管我，快扔！让我扔剑，可以。队长，接着吧。
沙漠里迷路了，哥亚带我俩来找你们，刚才路上看到你们的背影就一路追过来了。没想到你也有这么狼狈的时候。看热闹的话大可不必。嘿，快快去把这些人都给我干掉。我的人为什么在你那儿？他们俩的命是我救的，当还你个人情。守卫军不会接受匪的人情。这一剑不用还了，这一剑也不用客气。别在这卖萌了，快点雄起，给我雄起啊！注意配合，不要一个一个送。别忘了还有我呢。你这怂货，快起来！一起陪葬吧！长城的儿女是不会轻易认输的，长城守卫军战到最后一刻。大人，一头都不少，所有一手全抓住了，这下可以补贴经费了。不过木兰队长他们为什么在这儿啊？谢谢大人前来支援。不用客气，全部带走。是。放心，这马帮头目算你们的，我会兑现承诺。你们也早点回去吧。收队。他们兄弟俩还你了，我欠的人情也还上了。哼，我是守卫军，你是马帮，何来的人情？你两位美女，火气别这么大嘛。你刀都拿回来了，怎么人还在这儿？队长，咱们向李信大人复命后可以回长城了吧？哼，下次再见。再见。我可不会客气了。下次再见，我也不会客气了。有缘来玉城，我定会好好招待你们。头
怎么这么疼？怎么全在这儿？昨晚不是回去了吗？昨天晚上是你偷吃了我的肉吧？给我吐出来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！什么情况？此事太蹊跷了，队长。我不是木兰姐，我是桑琪。队长，我一定是在做梦的喵。喂，你给我好好说话，还有你乱啃什么呢？我怎么变这么矮了？哥，你在哪儿呢？别怕，有我在。别用我的身体抱别人。都安静点！你们把我都给绕晕了。先让我来理一理。你是凯，你是玄策，你是守约，你是沈梦溪，你是桑琪，你是那个女马帮，我叫戈亚。好了，现在情况就是我们互换了身体，你们谁还记得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？我记得昨晚我们分别后，队长，我包里正好还剩点肉，要不大家填饱肚子再出发。行吧，那速战速决。要不要问问他们两个？随你。慢点吃。等等，好像少了谁。飞不见了。那个守约，你去四处找一找。好。我们接着回忆，都好好想一下昨晚有什么可疑的事发生。我记得大家正在拼酒吃肉，非说光吃肉不健康，得来点绿色食品。这个绿水分还足，我来给你们做点特色美食。对，就是这时我记得来了只狗。肚子饿了吧，小可怜，你是想吃这个吗？怎么，你对我喂小狗有意见？这就是只普通小狗，能有什么可疑的？没意见，队长最善良了。别给我这么谄媚。我想到一个事儿，那个仙人掌烤好之后，那小瓶很奇怪。那是我哥的独家烧烤秘方，我们在长城天天吃，从来没出过事。我想起来了。什么？那个烤仙人掌配酒的味道非常好。没想好可以不说。完全想不到可疑的地方啊。那个，如果最后咱们换不回来该怎么办啊？把我的身体还给我。每年这个时候总有那么几个憨憨会中招啊，可惜了这么好的东西。我说你们冷静点。对对对，他说话了没？我是飞。大家别慌嘛，你们看，现在连我的身体都不知所踪了，要急也是我该最着急。可是我觉得，就算以后我只能以这个样子活下去，那他也困不住我向往自由的灵魂。飞说的没错，就算这样，我也照样能守卫长城。我也会好好适应的。没错，队长，我们回去吧，你哪儿也别想去。我回来了。啊？这是什么？不知道，找到他时就是这个样子。他好像是想让我们吃这个。这是在还队长昨天晚饭的恩情吗？我怎么觉得他这个样子还挺顺眼的。不愧是我，变成什么样都这么帅。不是，这是什么味道？我回来了。这是解药。可算
缓回来了。还是这样顺眼。行了，收拾收拾赶紧撤。对了队长，我挖回来了这个，可以给大家煮了当早饭。被我找到这么珍贵的东西，不过幸好刚才那些憨憨吃的不是这个。